搭档是否满意？已经成组了，已经成组了。要说真话，我知道景言姐肯定不满意。你这话呢，这么一天这么多，我现在不揍你是不行了。哈哈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一路跟林允啊，被插刀插上岸的。为什么？啊，你92年的，男人嘴骗人的鬼。啊？哎，不是，不是说你啊，不是说你啊。哎。哎，那是什么？好美的身影，这是谁啊？有，看，那是苏哥哥造的堤，看。那是苏哥哥建的三潭印月。苏哥是谁啊？他就是留下了3000多首诗词、4000多篇文章，冠绝北宋，伟大的文学家、政治家、书画家，唐宋八大家，我们杭州的前任市长苏哥哥苏东坡。这说相声的吧？你们刚才是不是在船上拿到了3样东西？是是的。你拿到的是一本书，这本书是我们国学大师林语堂先生的著作，他的中文名字叫做《苏东坡传》。这本书为什么就是用英文写的？因为林语堂先生想用英文把苏东坡介绍给全世界的人。哇哦！哦耶！好棒。